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Shopify 自建站简介及低成本网红营销策略二。在 Etao 上面，卖家将产品寄给国外网红，网红试穿试用后上传买家秀，能给店铺带来一些流量，得到一些访客，并适时利用网红刷单。第五，VK 搜索。VK 搜索与 Facebook 搜索方法大体相似，卖家可以通过排名网站找到合适网红，卖家可通过 VK 排行榜进行关键词搜索找到网红，同时卖家也可通过 Google 搜索找到目标客户国家的热门购物网站，而后找到一些网红。当然，付费网站也是寻找网红的主要渠道。第六， Facebook。在 Facebook 上通过产品关键词进行搜索小组数量，然后筛选人气比较旺的小组，然后找到小组管理员推销自己的网站产品等，并力求长期可做。除了进行小组搜索，也可通过关键词进行主页搜索寻找网红进行合作。 Facebook 平台进行普普搜索，可以更加精准搜索到自己想要的网红，可以添加网红为好友，也可以直接发送产品给他们，让他们推广自己产品。除此之外，还可输入电商平台相关关键词，找到合作者。对于中小卖家而言，不要固执于找订阅数较多的大网红，为了节省营销成本，卖家可搜集一些专业的小网红，在网红数量上体现优势，可能效果会比找一个大网红效果要好。